从伶仃洋上到昆仑山下，五个部门一颗初心，紧密前置是我们真正走到老百姓身边。朱法官，我想还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让所有的旅客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既要把好国门，也要做好自己的服务。人家把我当亲人一样，我也把这个地方当成第二故乡一样。弘扬法治，他们尽职认真，服务大众，他们动情热忱。系列节目《初心》一线栏目即将播出。我先跟你确定一下啊，来，您先这个进来把这个给看了。您这个表，我先确定一下性质，是你私人的还是公司的？公司是这样啊，公司有那个贸易渠道办，这里是私人渠道，它不能办。要有持有报关证的报关员才能办。所以说，您今天如果是你们公司的物品，我们当然确认的话，先把这个基金放在这里，由你们公司的报关部来清关。对的，所有样品只要属于那个贸易性质的，李女士在海关申报通道主动申报自己携带了四块手表，海关官员通过开箱查验，也证实了李女士的申报情况属实。经了解，这四块手表是李女士为自己就职的公司带回的样品。NCC 检通过他那个行李里面看到有四个表，然后呢，通过那个机器进行上锁和加分，这样就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提醒这个旅客，就说您这个东西里面是有需要向海关申报的东西，那么他就会走申报通道，机检官员来核实，就说他申报的东西是不是准确，如果准确的情况下，就按照后面就根据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走一个程序就行了。它这个东西呢属于货物，就是要持有报关证的报关员才能报关。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开了先入库，然后转到那个货运途径，他们报公司的报关员呢过一下清关手续之后，就可以把东西给拿走了。李女士填写申报单时声明手表是公司的样品，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这四块手表不属于李女士个人自用的物品，不能携带入境。旅客个人物品属于非贸渠道，那个公司物品属于贸易渠道，它在那个统计跟那个计算那个税上面跟那个种类上面都是有差别的。海关官员向李女士说明相关法律规定后，她很快就办完了相关手续。当时看到这个箱子上加了一个锁是啊，我之前还没认出来这是我的箱子，对，我后来到那边去查询的，我之前有听说过，对，我立刻就想到应该是这个表的问题，因为比较紧急嘛，就是想先让公司看一下，本来是我们应该是统一寄到那个上海的。给了你一个这种警示作用是吧？哎，对，以后知道该怎么操作了，提升了旅客的主动申报意识。旅客看到我们这个对他进行了加封和加锁之后呢，一般会主动向海关去申报，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现在提倡的海关正面监督、旅客主动申报的理念，同时呢，也是营造了诚信、法治、高效的双赢的通关环境。然后第二点呢，同时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查获率。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在托运行李监管前移之后呢，我们能够对所有的行李都进行一个预先的检查，那么对我们接下来的精准布控呢，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海关官员之所以能在李女士通关前就发现她携带了需要向海关申报的物品，得益于海关总署推出的先期机检措施。在这间不起眼的办公室内，海关官员要对国际到达的托运行李进行 X 光检查。先期机检主要是要发现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这边主要是通过 X 光机对所有的旅客的托运行李进行一个非侵入式的预先检查，主要是查禁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例如核生化爆物品、枪支弹药，还有濒危动植物物品，以及一些水果、植物这些未经国家检疫禁止进入境内的物品。他们坚守国门，把好关口。他们服务社会，便利群众。做到了既能管得住，又能放得快，提高监管水平，提升通关效率，是他们的职责与追求。
系列节目《初心智慧海关一线》正在播出。根据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海关从2019年6月开始试点推行先期机检措施，在行李转盘的起始点，海关设置了大型 X 光机，对旅客的托运行李进行预先检查。怎么来发现这些问题呢？主要是通过判断 X 光机上的图像，例如形状、颜色的不同，例如物品不同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呈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另外，这呢也是需要依靠一些长期看图的培训和经验，才能达到初步检查的目的。以前，国际到达的乘客在行李转盘提取行李后，还要在海关监管通道将行李再次搬上 X 光机，经检查后方能出关。先期机检措施实行后，未被检出携带疑似违禁物品的行李，旅客拿到行李后不用再过机，可迅速离开机场，实现无感通关。好几个国际航班同时到达的情况下，那它就会有排队的时间比较长。那现在通过海关的一些措施呢，它可能就是在转盘之前就进行了扫描，就进行了检查，那客人就直接可以从转盘上把行李拿出来，如果行李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离开了，大大减少了排队的时间吧。对于疑似携带违禁品的行李，海关官员会通过施加海关锁的方式告知旅客接受检查。这个箱子里边，我们怀疑它携带了限制入境的水果、植物产品。那咱们会怎么处理呢？我现在是需要加上一把我们海关的关锁。这个是实行先期机检之后我们特制的，如果旅客行李我们怀疑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在他的行李上施加一把关锁。首先它是具有识别醒目，然后会有自动报警，能够提醒申报，还有一个法规宣传的作用。我们就是现在提倡一个正面监管，旅客看到这个，那么他就会去主动向海关申报，也便于我们的后续的监管。海关锁还结合了电子围栏技术，一旦加锁行李被带离监管区域，就会发出警报声。负责先期机检的官员则需要全神贯注地分辨 X 光机的图像，发现问题。我看这个图像过得非常快，这个是不是也要求非常高呢？对你们呢？那是的，这个我们也是要经过长期的训练，看了大量的 X 光机的图片，那么好让自己对各种不同的物品的图片在脑子里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到看到这个物品的时候，可以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和自己脑子里的图像有一个吻合，那么根据这个初步判断来判定这个物品是否是我们需要查缉的物品。因为我们是反复培训的重点内容就是让我们加深看图的印象，对各种违禁类物品，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都是要加深印象反复观看的。2019年7月1日下午6时许，正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航班密集起降的时段。机场大厅里人头攒动，人群中海关官员牢牢盯住了两名神色慌张的旅客。通过先期机检，海关官员发现他们的行李中可能藏有违禁品。发现有一个箱子，图形疑似犀牛角，所以当时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濒危物品查缉先期预案，将这个箱子进行人工布控，然后派了一名协勤进行跟踪。行李都放下了，包上也放下。箱子，哎，不是纸箱了吗？不是，对吧？纸箱了吗？箱子打开，箱子打开，箱子打开，把那包里箱放在了箱子里。纸箱，你包里什么东西啊？这你的证件对吧？来来，包打开，包打开，包打开。你们两个一起的。来这边也打开。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这是你带的呀，对不啦？包，对吧？你本来放在箱子里的，箱子又放到包里去了，对吧？哪个？你啊。哪个？你这什么东西啊？问你。哪个？喏，这个呀。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带着你自己不知道啊？这是犀牛。哎，谁的犀牛？哎，是犀牛角吗？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啊。谁的东西、啊？现在不认识。他的。哎哎，肯定是。通过开箱查验，海关官员在二人携带的行李中共查获了疑似犀牛角七根，疑似犀牛角制品24件。面对海关官员的询问，两名男子支支吾吾，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这个箱子也不是我的，箱子不是你的，你还……但是我真不知道，有个人说你帮我带点东西，具体带什么，包括箱子什么样都没有，我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把箱子过海关，还要搞其他的呢？你这解释不通的呀！你说让我放在小背包里面背，说放在小包里面嘛，就过海关的时候呢，说那个小包他有时候不查。反正我是在这之前啊，我是真不知道。眼看事情败露，二人又开始相互推诿。你们这是从非洲带过来的？我不知道，我到香港去，他说叫我给他拿点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你另一个朋友的、啊？他带来的呀，带来正好他说叫我帮他拿点东西，我得去。就你不知道他带的什么东西、啊？不是，我从来没去过这个地方，我就到香港去，他就是说帮我叫他拿一下。那你没有行李的、啊？我就一个包，我没带行李，我就带个包，我还买了。那这个东西不就放在你包里的吗？我当时我也没拿着，这包不在我手里。事实上，海关官员通过先期机检锁定这些可疑行李后，又秘密监控着前来取行李的人员，他们的种种说辞显然是狡辩。我们的通关效率是大幅提升了，但是我们的查获率也是有一定的提升，比过去相比也是提升了30%左右。自从实行先期机检之后，我们也是查获了多起的大案要案，例如在今年的7月1日，我们就查获了虹桥机场海关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濒危走私案件，共计查获犀牛角整根七根，犀牛角及其制品24件，总重在9.79千克。行李箱经过 X 光机时，海关官员能够在一闪而过的画面中发现疑似犀牛角，其实并非易事。对于这方面的培训也是十分看重，对我们平时的看图的训练也好，查缉的经验也好，都是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当时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呢，其实有关犀牛角的图像我们已经是看过了很多次，相关图像已经是牢牢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图像，几秒钟之内我就能够和脑海中的图像它相吻合，能够初步判断它可能就是犀牛角。朱军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海关工作，在旅检岗位上已经工作了15个年头，在看似平凡和枯燥的工作中，他也练就了一双慧眼，能在众多的行李中迅速发现问题。其实我们的责任还是很重大的。我记得当初我们刚刚进海关的时候，培训的时候叫我们唱那个上海海关的关歌，那里边就是有一句守卫国家门，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工作还是很神圣的。长时间的话一直看着这些图像的话，也是会觉得有一些枯燥，但是呢经过你长时间的集中精力的去判图，突然之间会发现一些需要查缉的物品，那么有时候你也会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先期机检措施推出以来，旅客通关时间大幅缩短，许多旅客都明显感到了变化。您觉得通关效率和速度怎么样？挺好啊。挺好的，挺快的，快速的出去的话，那就对于我们作为旅客来说，当然是挺好的。以前有时候会排很久，现在呢？现在还挺快的。快很多，在很多国家来说的话，我们这个算是非常快的。高效监管、快速通关的背后，依靠的不仅仅是先期机检措施的推出，更需要海关官员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过硬的业务水平。对于我们旅检现场来说呢，一个是通关效率，一个是把关服务，这两者呢以前一直是一个难题，无法有机统一。但是自从这次先期机检监管模式之后呢，我们的通关效率和查缉呢终于是能够有了一个平衡，
你像我们现在普通航班在限期纪检之前呢，是大概通关时间是在40分钟左右，实行的限期纪检之后呢，缩短到了15分钟，通关效率整个提升了62.5%，但是我们的查获率呢，还是提升了大约30%左右，所以这个就是做到了既能管得住，又能放得快。对于工作在旅检岗位的海关官员来说，旅客通关效率的每一次提升，都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旅检岗位它其实说穿了也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岗位，但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想要做好，那应该也是不容易的。包括我们平时要经受很多的训练，看图方面也好，我们管理还请了很多这种有经验的老师来给我们传授经验，也是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的积累下来的。方便快捷的跨境电商购物，争分夺秒的快递包裹，海量进口商品，海关如何快速放行？系列节目《初心智慧海关》一线正在播出。如今，网上购物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消费习惯。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国外商品的交易额，近年来也增长迅速。赶上商家的促销活动，交易量成倍猛增。而便利的购物体验背后，海关官员一直都在为消费者保驾护航。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你们的婴儿奶粉吧，还有就是婴儿辅食。这个是那个瑞士，来自瑞士的婴儿配方奶粉。嗯，这是哪个阶段的婴儿奶粉？12个月内的婴儿。婴儿使用的啊。对。生产。这上面还有，你看上面还有中检的这个中检溯源的标志。嗯。对吧？中检溯源的标志，这个能够看出是从海外来的，并且在海外已经经过了中检公司的这个对原产地的提前检验。对。这个是，这是那个来自德国的那个婴幼儿，辅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溯源码，能查到这个产品的全链路。啊，这款也有。这款也有，对，它溯源码。那这个我们来验证一下吧。572786。啊，就可以看到。首次查询原产国德国，包括它的成分，再对应一下，再核对一下，成分对，非常清晰，210毫升，嗯，对吧？成分非常清晰，对吧？然后也可以看到它的原产地、生产企业商、企业商啊，生产商，对，所在地啊，这个就比较清晰清楚，这个就保证了它是直接从德国进口的，对，直接从德国进口的。这是一家跨境电商平台，设在上海松江综合保税区内的一处保税仓库。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的外国商品会在这里仓储分拣包装，完成报关清关手续后，由快递公司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正值双十二促销活动，这个仓库24小时不间断运行，而海关官员也要全天候进行监管抽查。这个环节咱们主要查验哪些内容？这个环节我们主要是看它的标签上面的原产地是否跟向海关申报的原产地相一致，同时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它的成分表，它的标签的成分表跟我们在系统里看出来的成分表是否一致，来通过这个来验证这个商品是否来源于海外，就是一些基础信息的一个验证。对的，一些基础信息验证，同时会看一下它的包装有没有损坏，这个确保这个产品就是打包的产品是包装完好的。接下去它会进行打包，就是打成一个个小的包裹发到消费者手里，就从最前端我们就会确保货物是完整的。消费者不仅要买到好的商品，对消费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既要方便又要快捷，这就对海关的通关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的跨境电商这样的时效要求这么高，因为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跨境电商的商品很有可能大家在双十一或双十二进行购买，买完之后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希望拿到货物，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当天就想下单就想当天拿到货物的情况，那么对海关的通关时效的要求啊就很高，那么我们海关就需要采用各种的新型的方法，新型的技术手段来适应这种方式。
面对跨境网购交易规模的快速增长，海关也针对性地运用大数据、智能通关系统等科技手段，提高通关效率，服务相关企业和消费者。最开始每一个包裹我们都需要用这个扫描枪人工去扫，然后呢，同时我们要在众多包裹当中去找出需要进行检查的包裹，啊，这时候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你可以试想一下，一辆厢式货车里面可以装4到5千个包裹，海关有的时候要在这4到5千个包裹当中去寻找那1到2个的需要被查验的包裹，这个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我们现在采用了这个流水线分拣线的方式，能够自动的识别出哪些包裹是需要被进行抽查的。从国外进口的商品进入保税仓库，再根据消费者的订单分拣包装，直到最后的清关出库，每一单包裹海关都要监管到位。你像这个是咱们刚才查验过，对，刚刚我们刚刚在前面看的这个婴幼儿的这个米粉，等于它现在已经包装完了。包装完了，对。那咱们在这一道关卡的话，主要是查验哪些内容呢？我们在这里面主要是看它的这个发货的信息跟它的这个就是消费者的购买信息是否一致。现在全部通过流水线的方式来解决，那么通过这个顶部的这个光栅的这个扫描仪，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定位哪一个包裹它是需要我们进行检查、进行符合的。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你们来再符合？我们有根据我们的风险判断，海关会有一定的风险标准，对，有比如说涉及到濒危啊，涉及到一些装货不符啊一些产品进行检查。这个机器都能自动识别吗？我们后台会有后台数据库，这个机器的主要任务是拦截，把有问题的或者说我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检查的，把它拦截下来，我们进行检查。保税仓库传送带上方的光栅机与海关数据系统连接，通过扫描包裹上的快递信息，系统可以识别消费者身份、购买商品信息等情况，核对无误才会放行装车进入物流环节。在包裹离开保税区前，海关还要进行最后一次抽查。这个环节咱们主要查验的是什么内容？我们这个环节主要是从仓库出货之后，每一个包裹我们随机抽取包裹来核对单证单货是否相符，如果是单货相符的话，我们就带着做最后放行，系统如果没有风险提示的话，我们就可以关箱出货送到消费者手中，如果风险有提示的话，那我会重点去找到这个包裹去核查，如果风险没有提示的话，那我们就随机抽查。跨境电商平台把世界各地的商品与国内消费者链接起来，而作为监管部门，海关不仅要提供便利，更要加强监管。消费者的诉求肯定是快，但是对于海关来说，我们不是一味的快，我们要通过有一定的技术手段，我们去识别商品中的风险，比如说虚假交易的风险，比如说准入的风险。我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也许有的商品其中是有濒危物种的成分的，那么海关要通过技术手段迅速的识别其中的风险，那么只有我们的技术手段跟上了，消费者才可以很快的拿到他的商品。2019年双十二期间，这家仓库3天内要将60万个包裹发往全国各地，也就意味着海关要完成60万单商品的清关工作。而越是这样忙碌的仓库，海关的监管力度也越大。双十一、双十二还有春节，其实更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一个高峰期。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海关越是要提供就是，提升24小时的服务，才能够使得消费者尽快的拿到他的商品。对于跨境电商的商品，我们其实是从多环节进行联合监管的，从他大货进区的时候，我们就对货物进行了按照一般贸易的这个和保税货物的这个管理要求啊，就对货物进行了抽查的查验。然后呢，在它变成小包裹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又进行了按照风险参数进行了检查。2019年双十一当天，上海松江综合保税区一天就处理清关270万个跨境网购包裹，
至于数字，也是智慧海关、智慧监管的侧面体现。对于消费者来说很简单，他只是网上下单然后收货，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关有很多相应的监管，因为只有通过有效的监管，才能够使得消费者拿到让他放心的商品。提前申报、智能通关、全天候查验，多措并举，提升通关效率，提高监管水平。系列节目《初心》，智慧海关一线正在播出。下午2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的官员提早来到查验场地，因为今天的工作有些特别，他们即将查验的是从日本进口的2匹赛马。刚刚从飞机上卸下的特制马厩，要在海关官员的监管下，由卫生防疫人员进行彻底消毒。马的话，主要我们要落实我们一个动物防疫的一个要求。对大型动物，我们在飞机落地之前，我们要做好它的一个相关的防疫消毒，包括它的那个马厩啊、外包装啊，包括它的一些铺垫的一些材料，或者它的一个排泄物，我们要多做一个防疫消毒的处理。进口的活体大型动物在到达口岸后，海关官员都要第一时间进行查验，根据报关单上的信息核实进口的动物是否与申报情况一致。给马匹测量体温、拍照后，海关官员还要观察马匹基本健康状态。马匹的基本情况查验完毕后就可以放行。大型活动物像马匹啊、老虎、大象这些活动物，我们是实行口岸检疫加后续隔离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检疫模式。我们是口岸做好口岸防疫，然后对动物的疫病啊做一个临床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的口岸就放行了，后续由属地海关对它进行一个隔离的后续监管，包括抽血采样啊，然后隔离期的一个疫病的监控啊等等这些措施，啊，以防范国外疫情的传入。对于大型活体动物，海关都有相应的绿色通道来保证查验通关的效率。而对于要摆上大众餐桌的鲜活水产品，海关则实行7×24小时的工作模式，保证货物随到随查。查它的第一个品名龙虾，它的龙虾进口国是印度尼西亚，它那个是按照这个要求和它的规格是200到1000克的龙虾。没什么疾病，没有，然后性能上面都是比较存活率还是蛮活跃的这个龙虾。然后按照注册号是389 PH 389正确。好，你把它拍摄记录下来。把冰块和它的木屑去拿开，看看有无夹带，有无活力。2019年，上海海关开始推行进口货物提前申报举措。以鲜活水产品为例，运输货物的飞机起飞后，外贸企业即可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到港后，企业就可直接提走货物。鲜活水产品它主要一个特点，它主要就是鲜、活、急，这特点它通关时效要求非常高，到单位点通关的时长啊，可能会影响这个货物的存活，或者是影响它这个食物的一个品质。通过优化制度设计、服务改善、流程优化等方面，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服务贸易的
水平，促进水产品贸易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严格履行我们海关的监管职能，就是守护我们国门安全，同时呢也保证我们百姓涉境人的安全。通过提前申报，外贸企业能以最短的时间提取到货物，马上接受查验，完成货物的清关。提前申报，智能通关，然后我们后续查验的一些服务的措施的及时跟进。现在最快一票鲜活水产品通过入境到放行，最快应该一到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放行了。生产日期2019年12月9日，大象鲑鱼产地智利。首先看一下它的标签，申报的时候是区内账，做了一个初步处理，你自己记录一下。好，好了，然后看看那个筛，它是属于鲜红，还可以筛，新鲜度还是可以的。主要咱们查验的是什么内容？产地、批次号、生产日期，然后还看它是否按照它申报的时候，这个鱼是否已经去掉内账，出周经过初步处理，新鲜程度是如何？如果它出了这个保质期以外，这个鱼就不适合再供应到老板，它当不能供应到老板的餐桌上面。如果说不新鲜的话，比如说比较明显，从外观上、气味上判断的话，那咱们怎么处理呢？然后后续呢，我们最主要是先还是要送检化验，把这些货物扣存在我们的冷冻仓库。等到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批次号的鱼在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到我们这来是比较重点防范的对象。取样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就会相应会采取集中销毁，这绝对不允许留下留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面。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查验过后，海关官员还要对货物进行随机抽样，送往实验室化验。他这票要求就是我们海关系统里面抽中采样的，他采样的项目呢只有一个，富溶血性无菌，然后我们要送到细菌乳化实验室，看看是不是达到我们这个海关的要求。每天都有随机抽检的鲜活产品被送往实验室，检测样品的微生物、重金属、细菌等情况，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我们提出了7×24小时、365天的查验作业模式，保证我们这个货物随到随查，进得来。同时在查验的过程中呢，我们提前介入，因为我们这些产品啊都需要许可证的，因为它涉及到检疫方面。然后在这个我们利用货物理货这段等候查验这段时间，我们进行单证的审核核销，然后压缩我们的查验时长。对需要采样的，我们那个对这些采集的样品优先送检，然后我们实验室也能够加快压缩检测时长，做到即检随放。